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Helen。今天分享心情不快怎么办？人吃五谷杂粮，有七情六欲。由于工作生活的影响，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，难免造成心中不开心、郁闷。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不痛快，还有时是生理原因引起的，尤其是女性，受生理问题影响，心情是很多的。当你觉得心情不痛快的时候，你可以捏一个地方，伸出手，在我们的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指缝的这个地方有一根筋，捏住这根筋，捏住不动，捏住不动，坚持30秒钟，特别的酸疼就对了。如果你心情很好，捏这儿还真没什么感觉，但是如果你心情不好，特别郁闷，你就捏住这儿，感觉很酸疼，是不是？捏这儿特别好使，捏这里可以让你排出心情不快的浊气，特别是捏住时做个深呼吸。你会发现气儿一下子就顺了。怎么样？关注我，有很多生活小妙招分享。